哎呀，困死我了！昨天晚上1点多才睡觉，为了研究咱俩家伙的签证的那个申请的资料，怎么申请？1点多我才睡了，又想了。你也要吗？你也要啊？好。吃吧，连米饭、连海苔一起挽着吃啊。好。现在真麻烦，你说。小点声说啊。喂。啊，俺要不是去丢车上。哎呦，都你要的，好，都去丢车上啊。丢垃圾桶。爸爸。好，得丢垃圾桶的，让爸爸给你去丢了它。输。嗯。输。输了，嗯，这样的输了，这样红红的是输了。那这都熟透了，对，好，放进去。那，预备，呀，好，空气蛙，听见人家有车声音，赶快，空气蛙，你好，呀，嗯，老师给心眼强的，是不是？谢谢啊，谢谢您那天说谢谢了吗？谢谢啊，森赛，谢谢阿里嘎多，森赛，你忘了说了谢谢是不是？忘了啊，下次，嗯。啊，下次别人再给你东西，一定要说谢谢哈！哎呀妈，还踩着上啊！哎呀，你快点上吧，你真是的。今天表现不错啊，自己进去，不用老师那个什么，抱着哈，自己进去把鞋脱下来，就去你们班里边找老师哈。这，爷爷，爷爷，哎呀，看见花朵就给爷爷，快走，那个别的小朋友也来了。刚刚给我紧张了，这有时候就是我这人吧，你别看我大大咧咧，有时候我不好意思哈。那个什么，刚刚给领事馆打电话了哈，我说我的日语不好啊，你们有没有会中国语的？那个接电话那个人就说你说中国语就行了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个情况哈，我老公要申请去中国怎么怎么的啊，人家就很耐心的、很仔细的跟我说了，这是。申请的这个流程什么什么东西，其实挺简单的，没有那么复杂，好像是啊。所以今天晚上我老公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再好好弄弄。你们去找爸爸呀，去地里边找爸爸。不找爸爸呀？不找啊？好，坐那。哎，哦噜。哎呀，哎行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行，好，你先坐。嗯，坐。爷爷。哎呀，游啊！看见这水稻田里边有水，你得游泳啊，来吧。哎，好，下来吧，慢点啊！哎呦，我爸爸在这儿。哎呦，这老爸爸。那个豆，谢谢。嗯，你也吃啊？好，让爸爸给一块吧。嗯，希娜吗？嗯。希娜还不大概的呢。希娜就吃一半行了，吃不了那么多。哎呀，俺妈的小风景啊！哎呀，真好看哈，好不好看？啊，哎对，嗯。哟，摩托车来了啊！哎呀，这老伙计帅的哈！哇，咋？咋？打秋千呀？嗯。爸爸。嗯。谢谢爸爸呀！啊，这是爸爸给你弄的哈，谢谢爸爸。谢谢爸爸。哎呀！你看。怎么不两个手把住？这家伙你，两个手都一直把住那个绳哈，不能松手，一松开就掉下来了。刚才就是有一个手松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嗯哼。啊，口口哥，行了，嗯。哎呦，你回家不回家？不回家呀？嗯。妈的呀，嗯，再玩一会儿啊。好，你玩一会儿吧。哇，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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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
啊，有有有。好，你尝尝吧。好吃，吃吧。酸啊，快熟了哈，来再尝尝一口吧。不酸，再吃一口，再吃一口吧。那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哎，是挺酸的，不熟是挺酸的，酥脆的。啊啊啊啊！啊啊哎，这个水滑滑的。别摔倒了哈，别爸爸弄的哈，就靠这边走哈。阿西，靠就靠边走，是爸爸扫的。哎，俺这扫地机上脑壳好，哈巴这个。哎呀，我老公把这个路边上这些树叶全扫干净了哈，靠边来车了哈。哎，啊收收，哎对，收收收。哎哎哎哎，来这妈妈这里。哎。这是这板栗都开花了呢，这都是板栗的花吧，板栗的花哈，今天能长板栗啊，长这么多板栗啊。哎哎，好，你搁这等着妈妈哈。我老公要把这个水稻田耕一耕，好窝里弄弄水什么的，好准备种水稻吧。嗯，后边有沟哈，别掉沟里边哈，往前点啊。哎哎，这大沟被掉下去了，看见沟了没有？哦，一派呢。啊，有虫子。那么大呀，你太沉了。这个熟了吗？这个，哎呦，熟了！哎呀，好，走，你看前面，前面，你看这都红了呢。哎呦，妈哟，那哇，哎，哎，你看。大啊，大啊，嗯，这个也熟了吧哈，这个叫树莓是叫什么东西？哎，好，那，哎，好吃吗？谢谢，大，大哈，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嗯，哎，这没有了，这家不熟，这个不大熟，这个不大熟啊，哎，这有点酸，我感觉，好像吃行哈，没有了，行了，这是等过两天再来吃哈，嗯，哎呦，等会儿啊，你看看。这桑葚也要熟了哈，嗯，阿妈呀，我跟你说是甜的，你看，这也是桑葚啊，嗯，甜，哎呀，这行，哟，这个也要熟，这个也可以吃，这个就是小点儿。茱萸，哎呦，就我们家门口一样一样的这个，你酸呢？这个酸呢？你还不吃啊？妹，你都不标这个，不酸。